英雄联盟手游亚洲联赛精彩瞬间。本期第五名是来自 TT 所有的侠盗沟禁锢三人反修敌军，敌方人马在蹲草，队友瞬间要被秒，这波情况有点糟，关键盗沟实在妙。阿卡丽被伏击瞬间残血，精神拖延时间快速闪现拉开距离，侠后方输出一发倒钩禁锢三人，瞬间扭转局势。为人贴脸还想输出，侠挂上虚弱就要反打，为人见势不妙交闪想跑，可惜呀、太晚了。本期第四名是来自 TTSMY 的酒桶三闪配合队友完成gank，敌方两人在强压，打野过来帮忙抓，眼看对面要进塔，三闪开团直接打，酒桶肉弹冲击接闪现突脸，两人将其击飞，盲僧猛龙摆尾补充控制与伤害，先行带走加里奥，你还想走门儿都没有。本期第三名是来自 TTSMY 的落连环控制，成功救下队友，剑姬惨遭两人追，队友大招还白给，眼看就要把家回，极限救援来包围，落惊鸿过膝接队友为跳板，再接圆形腰带拉近距离，盛大登场快速支援，终于在剑姬撕血瞬间将两人全部留下，队友紧随其后补充伤害，顺势完成反包。本期第二名是来自 TT Soul 的 EZ 伤害爆炸，斩获三杀，双方参与小龙团直接爆发大混战，这一波伤害全拉满，轻松拿下三连斩，团战还在继续，两方各自折损一人，盲僧冲到四人脸上开启精神等待队友支援， EZ 一发精准弹幕命中三人，顺势带走阿卡丽，奥数跃迁调整位置，隔墙继续输出，吸血鬼闪现追击，残血青钢影补充伤害拿下人头，此时残血加里奥面对双 C 夹击丝毫没有办法，被 EZ 一发秘术射击轻松带走，后方还有个迷路的卢锡安没有人管， EZ 为一根筋挂上虚弱继续输出，哎，又拿一个人头，MVP 肯定是我的啦。本期第一名是来自 TT 小白的胜闪现追击嘲讽三人赢团战，双方爆发一波团，对面不敌要逃窜，应付开启再接闪，嘲讽三人继续战，胜找准角度果断三闪追击，瞬间嘲讽三人，队友紧跟伤害率先带走鳄鱼，此时左翼回头跳脸大残胜，而人马也冲入人群试图切后，两方打野已经倒地，侠果断交闪继续追击补充伤害拿下维恩，左翼交出精神试图保命，可惜根本没有机会，一波一换四成功赢下团战，接翼接翼接翼，能杀鳄鱼，看我一闪没，好一闪好一闪，小心左翼残的血，别乱冲，哎，我可以预判他一下，